中年男孩第一次爬梯子，就被梯子扎穿了大腰子。一年后，消防员火速赶到了现场，男孩开始不停地抽抽起来，消防员立刻友好地赶走了吃瓜群众。男孩当准备用细嫩的小手把梯子给拿出来，就被消防员迅速制止。消防员让男孩遇事千万不要慌，可以刷刷视频点点赞打发一下时间。经过检查发现，男孩有非常清晰的双侧呼吸音，说明他的呼吸正常。消防员迅速替男孩做了简单的包扎，由于他的大腰子是被梯子直接穿过去的，情况相当的不乐观。评论区输入永远在你身边就能触发这个特性，不知道的抓紧去试试吧。消防员迅速拿出监护仪接在了男孩的身上，并给他注射了20多斤的葡萄糖。然而由于梯子很有可能割破了小小的大动脉，男孩的血压正在慢慢的迅速下降，再不赶快送往医院，用不了多久他家的亲戚就可以来吃席了。消防员赶紧稳住了梯子，接着拿出不要钱的切割机，为了防止巨大的震动对男孩产生影响，上过学的队长亲自接过切割机，对着梯子就开始疯狂输出起来。不到3个小时，梯子就被轻轻松松地锯了下来，等待男孩的将是医院里免费的 WiFi。 那么问题来了，什么样的操作才能让他被压在梯子下面呢？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，马路上发生了简单的严重车祸，消防员赶到后发现司机竟然跑路了，副驾驶的男人被死死地卡在了里面。男人说一辆自行车突然冒了出来，司机为了避开自行车所以猛打了方向，由于现场并没有发现自行车，所以他认为肯定没有什么大碍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消防员竟然在汽车保险杠上看见了一根手指，上过学的他立马意识到了不对劲，结果膀胱一扫，我的天哪，骑自行车的人竟然在车底下。更加不幸的是，骑手早就领了不要钱的盒饭，队长在地上看见了一大片番茄汁，看来司机应该也受了伤，流了这么多血他应该也走不远。仅仅找了200多公里，消防员就在桥上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男人，这么经典的一个造型，一看男人就准备来个高空跳水。消防员立刻不慌不忙地跑了过去，劝说男人千万不要想不开，有啥事情都能一顿烧烤解决掉，如果一顿不行那就两顿。男人表示自己开车撞死了人，消防员说骑手非常清醒，情况稳定，爬出来的时候还跳了一段科目三，但是男人根本就不相信消防员的谎话。就在消防员还在不停忽悠的时候，队长也走了过来，他也表示骑手能吃能喝活蹦乱跳。经过两人轮番的忽悠，男人终于放弃了高空跳水的念头。虽然说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，但是真的很温暖。一波666送给伟大的消防员。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，这对新人第 0.5 次结婚，结果法师突然晕了过去，新郎官不停地催促消防员必须立刻马上把他救活，因为他们的誓词还没有说完。无语的消防员有些无语，告诉他法师现在非常的虚弱，劝他能够友好的滚远一点。消防员询问法师晕倒之前都干了什么，新娘说她看起来好像有点疑惑，就像是忘词了的感觉。老丈人告诉消防员，法师说他头疼，所以自己就给了他两片阿司匹林。结果消防员拿过药瓶一看，立马询问老丈人是否有高血压，原来这家伙竟然把降压药当成了阿司匹林给了法师。新郎官气得两个眼珠子瞪得像眼睛一样大。找到昏倒的原因之后，消防员迅速进行了静脉注射，仅仅挂了20多斤水，法师就慢慢的迅速醒了过来，他立马对自己的昏倒表达了歉意。就在众人以为婚礼能够继续的时候，消防员立刻泼了一盆105度的凉白开，他们表示婚礼还是要暂停，法师还必须去医院检查一下。新郎官虽然一副不情愿的样子，但是遇到这种事情谁也没有办法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消防员把法师带走。估计下一次结婚的时候，他再也不会再找这个法师了。故事到此结束，不要钱的小星星记得点一下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